几乎是完全都毁损掉。那经过他的一个建议跟指导，找对了方法，那让那个转向架可以呢移动，所以还可以顺利的让这个车厢能够上这一个轨道。就要进行这个我们轨道的铺设的工作。4月10号，包括电力耗制的这个复旧，然后进行试运转。